诗篇第139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哪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，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，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浮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深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形成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。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